好，你们都吃饭了没有，帅哥姐们？下班了，我刚刚下班。对的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晚上好。你们都在干嘛呀？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谢谢点赞，感谢点赞。下班不辛不辛苦不辛苦啊不辛苦不辛苦，一点都不辛苦，帅哥姐们，阿紫漂亮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点赞，谢谢夸奖，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你们对阿紫的支持，谢谢，终于看到你了，阿紫，我昨天也直播了呀，我这2天都有直播，帅哥姐们。等到你的直播，哦，是吗？在等我直播是不是啊？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你真漂亮，不漂亮不漂亮，我都那么胖了，不漂亮。哎，好想你呀，谢谢谢谢你们的想我，谢谢。我也下班就就是很快很快就给你们直播了，因为我也想跟你们聊天嘛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谢谢，工作要用心的去上班。好的，好的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结婚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谢谢。说来都白了，阿紫，应该白了一点点吧，白了一点点。不辛苦，不辛苦啊，不辛苦，帅哥姐们，不辛苦。谢谢点赞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爱你们哟，谢谢。一天能上几个小时的班呀？我早上、中午，我中午上班的啊，中午上班的，然后上到晚上8点。其实上班时间不长，上班时间不长，然后也不会，也不累，挺轻松的。比在家里面干农活轻松多了，帅哥姐们。比在家里干农活轻松多了啊！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，阿紫真漂亮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中午休吗？没有没有，中午我们就直接上班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关注，谢谢还有谢谢点赞，还有谢谢加入粉丝团的叔叔阿哥姐们，感谢你们对阿紫的支持，谢谢谢谢。阿紫真漂亮，没有没有。哎，谢谢你们的夸奖，谢谢。我不漂亮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再怎么瘦，我这个脸都是很胖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点赞。阿紫，看你好，看好你哦。好的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帅哥姐们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啊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办个工资卡，办个工资卡，小心你妹妹。对，我以后就去办个卡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送的小爱心，谢谢你们送的小爱心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。脸红红的。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脸，应该是感冒的问题吧。阿紫漂亮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点赞，谢谢水哥。你们都吃饭了没有呀？都吃饭了没有？都吃饭了没有？谢谢送的爱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对阿紫支持，还有谢谢送的玫瑰花，谢谢谢谢。上了几天班了？上了2天，昨天今天上了2天班了，上了2天了，吃了是吗？感冒药吃药。好的，我吃了我买了那个什么999感冒药，再吃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早点早就吃了，在等你直播呢，是吗？你们都在等我直播吗？谢谢谢谢点赞，来帅哥你们，我们就把阿紫的赞再点起来啊，我们把阿紫的赞再点起来，谢谢。然后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给阿紫一个关注哦，感谢你们。哎，加油，好的，加油，我会加油的。我会在这外面，闯出，我会在这外面努力加油。不管遇到什么，不管以后会怎样，
我都会加油加油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上班习惯吗？习惯习惯啊，都挺好的。那些我们上班的地方那些阿姨啊，基本上都是年纪大一点的，他们都对我非常的好，他们都对我非常的好。他们问我你年纪轻轻的干嘛不去找一些工资高的地方上班，他们这样问我，我说没事，我说2000多啊，一个月2000多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咋没看见你妹妹？我妹妹在外面坐着呢，她在那里玩手机，她在那里玩手机呢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加入粉丝团。对，你们还没有去拟这个黄色的爱心呢，去拟一下这个黄色的爱心，因为这个黄色的爱心呢，真正喜欢阿紫的就去拟拟，我如果不喜欢阿紫就不要去拟啊。谢谢你们帅哥姐妹，谢谢。包吃包住吗？没有包住，包吃的话他们说可以在那里吃，但是没有包住，没有包住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送的小爱心。天哪，你们老是给阿紫送礼物，谢谢天天哥哥，谢谢谢谢老三哥哥，谢谢加入粉丝团的，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对阿紫的支持，感谢感谢。你们不要给阿紫送礼物，真的，因为每个人都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挣钱不容易，不要送礼物，谢谢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。对，给阿紫，你们支持阿紫的话就给阿紫加入个粉丝团就好了，谢谢谢谢。还有给阿紫点点赞赞就好了啊，帅哥姐们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哦，谢谢。阿紫你下班了吗？我下班了啊，我下班了，我8点就下班，我8点就下班。哎，叫你去叫你妹妹去找工作。嗯，好的好的，等过几天我有点时间了我就去给她找工作。嗯，如果她一个人去的话我有点不放心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只有2000多，那么少，因为这边的话那些做服务员呀什么都就一开第一个月是只有2000多的，他说后面才慢慢慢慢就往上加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送的爱心，谢谢谢谢。让你妹妹做重点工，重点工也找不到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对，你们还没有关注阿紫的关注一下阿紫啊，谢谢叔叔帅哥姐们，感谢感谢素小可爱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不要素小可爱了，谢谢谢谢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一天上几个小时啊？我看我12点上到晚上8点的，知道吗帅哥姐们。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找一份工作给你妹妹。好的好的，我会给她找一份工作，让她去学习，好好的那个，因为她现在还小，她可以去学习很多东西，只是我们现在这个能力不足而已，好好的干。好的好的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谢谢。来给阿紫打一波加油好不好？工资太低了。没有啊，我觉得工资已经很高了呀。不低了，已经很高了。在老家的话2000多块钱都要挣好久。谢谢完美完美，谢谢完美送的这个眼睛发红那个，谢谢谢谢。感谢加入粉丝团，感谢。谢谢。我现在在火锅店里面上班。我现在火锅店里面上班啊，帅哥姐们，工资低了，不低，工资已经很高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多了，已经很高了。哇，我们真的已经点到10万了，帅哥姐们，谢谢送的啤酒，谢谢送的爱心，谢谢加入粉丝团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送的玫瑰花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谢谢同志哥送的五星，谢谢。唉，才2000多，2000多，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。然后后面他说等以后还会给我加工资的，谢谢谢谢谢谢点赞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所以你们就不要担心阿紫啊，一点都不要担心阿紫，会越来越好的，会越来越好的。再怎么样都要大家都要往前看，对不对？会越来越好的。
可以慢慢来，对，要慢慢来。有空去学习电脑，等我发工资了，我等我挣到一点钱了，我再去学。谢谢关注，谢谢，好好干，好的。风雨过后会见彩虹，对对对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慢慢来，阿紫。好的，我会慢慢来的，帅哥姐们，你们都那么的支持阿紫，阿紫肯定要坚持的，慢慢来，一直在这里坚持着上班，然后慢慢来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来，帅哥姐们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赞的，点点赞赞，谢谢。我们4000多个人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赞，点点赞赞，谢谢谢谢。阿紫有时间去学电脑，那学电脑要需要钱的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实力，等我都有那个实力了，我再去学，再去慢慢慢慢的去学，然后以后找个好的工作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一个月休息几天？老板说一个月休息3天。阿紫加油！好的，我会加油的，加油的。年年轻，慢慢来。我也不年轻了，帅哥姐们。阿紫也不年轻了。加油啊，子！好的，我会加油的啊！谢谢点赞，谢谢你们的点赞。啊，只要保住身体，我会保住身体的，会的。唉，我会好的。你看，我以前在家里面，对不对？什么活都干，什么都做，那么累，那么辛苦，我都觉得不累不辛苦。现在的话，非常的轻松，而且工资还挺高的。